我是公关列车长，2009年10月18号。然后瑞芳镇刘芳镇，6:17出发车是。我是四人之间三杠加一等于七五加七六，跑全了。以及射一次就没有像要树林的泰鲁格机，问他们。刚刚只射一次就没有像要树林的泰鲁格这样，你通过，刚开始就拿在点。